闺女，该啥？该。让他妈给揍一顿。连声都没敢。该。你说他一天咋整这孩子？那秤啊，愣给拽稀碎呀、啊！他妈量体重的。该。愣给拽稀碎。该。挨揍了，该呀、啊。该。哎呀，好大军。晚上做条鱼。太干了，做条鱼一会儿研究研究咋做，还没想好呢。来个一鱼两吃，花椒面，胡椒粉，来点酒，想做一个酸甜鱼段，整的挺好啊，这小鸡蛋焖的熟了吗？没熟，还差点儿。看看今天这鱼煎的就不脆，你看我那天煎的鱼不脆，咱这鱼老不新鲜了。香煎黄花鱼，我提前泡了点淀粉水啊，把这个水给它倒掉。来几个虾，今天这个买那个粉淀粉好像对了啊，跟上次那个抓的手感都不一样。来，这个淀粉对了，俺再做个锅包肉。哎，这个淀粉是对的啊、哦，哥们们，看这淀粉能炸起来。你看我买的这个淀粉，哎呦我天哪，老过了。给它捞出来，咱们二次复炸。咱们给它复炸一下子。这边是让它酥脆上色，来点米醋，1:1，要想甜呢，你必须来点盐呢。葱姜蒜，少来一丢丢酱油，中和一下颜色。哎呦我天啊，姑娘照半条了啊，大姑娘，哎呀，爱吃煎鱼呀、啊，啊，咸不啊？不咸，赶快收拾收拾吃饭吧，别喂了去。这身有妈妈收拾呢。啊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拉倒。嗯。
喜欢车库是怎么回事儿？现在告诉我，那一溜我那车库给你盯的死死的，哪家有哪家有，他都知道。哎呀，就要进车库，不进车库就叫我，就要开下去，那天我开下去。那天上三台上商场，你就开下去了吗？那不在这乐坏了吗？待不到哪儿去。叔叔阿姨拜拜，叔叔阿姨拜拜。完蛋，今天咋的了？不爱说话是吧？